刀，邪恶的眼神。邪恶，邪恶是什么？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，就是。来，杨洋来个邪恶的眼神。邪恶。哦，他这种棱角好像那种动漫、动画、动漫人物的那种，很漫画里面出来的。对对，来来，邪恶。好。你这是肚子饿，真是。来，浩明，浩明，我说邪恶就不要这么表露，我要深沉一点。好，深沉一点。这就困了，睡吧，去睡吧，邪恶的表情。你来一个，首先来一个很纯的眼神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你看，感觉他眼里面都是春天。邪恶来了，邪恶来了，来了，接下来，已经变了，来了，他已经变了，别着急嘛，别着急，接下来走进森林，看见一只狼在吃羊。哇！而且邪恶当中还带有一丝那种不屑。